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大家好。今天我们研讨《太上感应篇》第十九句忠孝之八，请各位同学翻开课本174页第三行，我们来看经文：历观古今，人臣尽忠而获报者，多不胜数，至以大节不夺，见为受命者，运计坎坷，报恨千载。似乎天之报失独异，不知声响当世圣明，莫受万民百贵。天之报之，教身受富贵安乐者，不赐百倍；而忘今害民者，天报之惨，更不必言。今且莫论忠不忠之报应，就看泛泛浮浮，主意不在苍生者，也无好好结己，可见而奉而入，定然护不得这个治也。治宰相，治百姓，多有该尽之忠，难下民性命，最关县令，故县令犹不可不忠。国家立此县令，要他养民。古云：“民为邦本，本固邦邻。”如此重任托付，岂容辜负？盖人读诗之时，便真切发心救世，即当权成事，务要将天地君亲时刻在念，大行善事，亲慎率属，勤访民隐，访美正以成珠，问良谋以实验，勿徇情，勿爱财，今善逞凶，心利除害，创乡约，重农桑，徇事理学，教民勤俭，催征务施善法，行欲美尽人心，葛雕峰，察坚立，水旱早堪速报，灾荒设法赈济，鳏寡孤独，折样有人，余案沟渠，欠修有效，严禁逆女，内脉赌博，烟花饮神，作戏淫书，曝光宰牛等恶事，创行设娼，同善会，育婴，一学一种，下药局，东州厂，勘书局，七留所等善事，真如梭罗宝山一般也。前注中以说及有失，以爱民勤止为宗，今又不但再三苦口者，诚以最关民命耳。果能一念至此，则何事不办？岂福德无可量也？再专复数案，以为为民之父母者归欠。好，我们再翻过来前头哈174页，我们看第三行哈，这边开始我们来字句解释哈。那么第四行这个“见为受命者”，见为受命呢，就是说啊。
在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临危来受命啊，像郭子仪哈、啊，这个皇帝有难呢，那他就是啊，虽然他当时是啊被贬官呢，但是他临危受命啊。那么这个是见危受命的意思哈、啊。那么再下来这一个第七行，泛泛呢？泛泛就是随波逐流，那么主意呢？主意就是 用心啊，他的用心，他的用意啊，在不在苍生，就是有没有为老百姓设想这个意思。那么再下来这个第八行，这个耳奉耳入哈、啊，这个耳奉耳入呢，它是它的意思，这个耳就是你的意思，啊，就是指。国家的公务人员，那在以前呢叫官吏啊，官吏官员啊，文武百官啊。那现在的话呢，叫做公务人员。那么这个儿呢，就是你的意思，你的俸禄啊。那么就是指这个公务人员的薪水，叫儿俸儿禄。那么这个呢，这个语出自呢五代呢。后蜀啊，孟昶呢？孟昶这个，他有一篇叫《借食文》啊。那么他的原文是这样，他说：“耳奉耳禄，民高民止啊，为民父母，莫不仁慈。”那么这个啊，可以作为呢啊，所有这一个可以讲说全世界的这个。啊，只要担任政府官职的这个公务人员呢，他一个座右铭，啊，叫做耳奉耳禄，就是你拿的薪水，啊，你的薪俸，啊，你的福报。当公务人员，他有他的福报，啊，我们台湾呢叫做铁饭碗，啊，在大陆呢，我们不晓得他叫什么，就是说他们有保障的。你只要经过国家公务人员考试任职。那国家就会给你保障，啊，他有一定规定的退休年龄。那么在这个退休年龄以前呢，啊，你都可以享受到公务员的待遇。所以呢，这个耳奉耳禄呢，民高民止呢，就是你的薪水、你的福报，禄就是福报。他公务员有很多的待遇，啊，比方说像台湾来讲，那他有健保。但还有这个考绩的奖金，啊，那么还有年终的奖金，啊，那你如果是考绩打甲等的呢，年终奖金呢，以台湾来讲，他可以拿两个月的薪水，所以一个如果比如说像警官大学毕业的这个学生呢，刑官呢，他任职一段期间以后呢，那么在台湾以台湾的待遇来讲的话。他年终奖金都可以拿到，所以这就是禄啊，就是福报啊，啊，那你这些薪水、这些福报、福禄呢，都是怎么样呢？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呐、啊，老百姓来供养你呀、啊，所以你的真正的主人呢是老百姓呐、啊，他就是你的老板呐、啊。如果以我们台湾来讲，他就是你的老板呐、啊，所以我们称公务员叫公仆啊。公仆啊，那大陆来讲的话呢，一切都为人民服务啊，对。如果你看大陆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有时候在阅兵的时候呢，啊，那他们的最高领导就会跟他们的部队讲啊，啊，同志们辛苦啦，那他们这个部队呢就会齐声口号呢，他说为一切人民服务。那老法师说呢。如果你真正为一切人民服务，那你就是菩萨。所以这句话基本上呢是很正确的，好，就为一切人民服务，民众的苦难就是你的苦难。所以像我在这里来讲的话，每一次看到民众被诈骗集团骗了，我比他们还焦急，还着急，还焦虑。啊，我们设身处地来。为他着想，今天换成我们的父母，啊，我们自己的眷属被骗这笔钱，那怎么办？很痛苦哎。
所以，如果你身为公务人员，你拿的这个耳俸耳禄，你不能够为民众受想，那么你就变成有亏你这个职守。所以我们讲说，施恩里面呢，要报众生恩，要报众生恩。所以呢，这个地方借书里面跟我们讲说呢，为民父母啊，我们讲说父母官，父母官啊，为他呢啊来服务啊，为民父母啊，莫不仁慈。那么你要慈悲对待这些民众啊，所以我前几天呢啊看到啊一个报纸电视登出来啊，那么有一位啊这个民众呢啊他。可能这是失业了，他没有钱，手上又抱了一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孩，那连买这个奶粉的钱都没有，那他就在警察派出所前面呢，这个犹豫，后来就走进去了，那么警察就掏腰包呢，就买便当给他吃，还送给他呢奶粉的钱，那就是什么？就是对民众要仁慈。那再下来这个名为邦本，名为邦本，本固邦邻，这个是在175页的第一行。这个名为邦本呢，本固邦邻呢，这个是出自这个尚书下书五子之歌，它是名为邦本，本固邦邻，就是说百姓呢是国家的根本，国家就是人民组成的嘛，那么百姓的生活安定了，那么国家就安定了，国家就安宁，这是真的。国家就是靠人民来维系，如果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生活都很稳定了，那这个国家就会强盛。那么我们一般讲叫民富国强，那再下来我们看这个这个175页的这个第二行，当权，当权呢就掌握大权，掌握大权。那称势呢就是称就是称他的这个他这个能够掌握这个权力这个时机，这个叫称势。那么亲胜，亲胜帅属呢，这个清呢，清慎就是要清廉要谨慎。那么民隐呢秦访民隐呢，这个民隐就是民众的痛苦，民众的痛苦。那像我们我们这个台北来讲的话，那就是有1999专线，那只要他打进来，你一定要帮他服务这个叫民隐，民众的痛苦。那么访美正以成诸，这个成诸呢就是成浩跟成以兄弟还有朱熹的合称叫成诸，因为他们三人呢都提倡这个信礼之学，是宋朝的这个理学家呢，他们这三位呢都提倡这个信礼之学，那么成了一个学派，所以后来的人呢就以成朱呢来代表这个学派。问良谋以实验，这个良谋就是一个好的典范，好的典范，你要向谁学习这个典范呢？实验就是当代的这个贤能的人，贤能才俊之士，这叫实验。那么接下来这个殉情勿殉情，这个殉呢他可能顺从这个诗人的请托，这个叫殉情，人情世故这个叫殉情。那金善逞凶呢，这个金呢就是表彰表扬。那乡约，乡约呢就是用于本乡的一个本地的规约，那在古代呢，这就有这种乡约。那么训示呢，训示就是训教生言示子。那礼学呢，是宋朝
明朝儒家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的哲学思想。那么宋儒呢，他是阐释这个义理，兼谈性命。那么认为呢，认定的理呢，先天地而存在。这个儒家讲这个性理呢，其实呢，他们过去这些宋朝的或者说明朝这些理学家呢，他们其实也有时候会跟这些当代的这些禅宗的大德呢，他们会互动，所以他们也会参学这个佛家的思想。所以这个性理呢，这个性理来讲，他们儒家来讲的话呢，他们说这一个认为，他们认为理先天地而存在，这没有错。我们讲说，若人一了之内，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呢，一切为心造，万法为心造。那么佛家讲呢，三界为心呢，万法为事。所以这个理呢，理就是什么？理就是真理，那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果的时候，他所讲的那句话，他说：“其载其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若你妄想执着，则一切智根本智悉皆现前。一切智根本智，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我们一切种智啊，就是我们的佛知佛见呢。”如果你把妄想执着都放下来了，那本有的这个佛知佛见它就起作用了，就现前了。那就是我们的三德密藏啊，法身德、般若德、那解脱德，叫三德密藏啊。一般就是四净德，常乐我净。常就是什么？就是永不变异。那乐呢，我们这个佛家最究竟的讲的乐呢，不是世间人所讲的那个苦乐对待的乐。世间人所讲的乐呢，比如说五欲之乐，你说我住很好的房子，我吃很好的美食，可是一旦你无常来的时候，你转眼成功的时候，你前五家共有你被劫走了，或者你做生意倒掉了，或者你突然间大祸临前，你生了重病，可能你得了癌症了，那一切都化为乌有了。那你马上就什么？你马上就会悲苦、忧伤、恐惧、害怕，那就不是乐了。所以佛家讲的这个乐，不是世间人讲的这个苦乐对待的乐。世间人所讲的乐呢，一般都会乐极生悲，因为我们世间人呢，都是用这个八识五十一个心所，都是用第六意识的分别，第四识摩那识的执着，第八识阿赖耶识我们这个阿赖耶识的，我们这个过去所这个带下来这些阿赖耶识的这个无始劫这些种子，染污的种子。我们都是怎么样？我们看到六根接触六尘，我们就会种子起现行。种子就是什么？就像一颗水果的种子一样啊。你有那种贪爱的习气，你有那个嗔心的习气，你碰到境界来的时候，你碰到受生香味触法的时候，你喜欢的，你就会起贪爱啊。你不喜欢的，你的习气就会跑出来，你就会嗔心呢、你的嗔火就会跑出来呢、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呢，我们往往会怎么？我们就会有苦乐忧喜舍啊。所以我们不知生所何来，死所何去啊？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啊？死从何去啊？所以就变成说你。迷惑造业受苦，佛陀跟我们讲叫惑业苦嘛。
你六根接触六尘，就是迷惑，然后再造业，造业呢就造十恶业、十善业。那你十善业的话，你得乐报啊。如果你不求出离啊，你虽然可以得到福报是没有错啊。可是，一旦你要舍离那个福报的时候呢，你会很痛苦啊。所以世间这个五欲之内呢，佛陀说不究竟啊。我常常做个比喻，就像吸毒一样啊，越迷越深啊。那古德跟我们讲，你要离开那种苦的时候，离开那种乐，或者离开那种福报的时候呢，你要舍离的时候呢，就好像坠落悬崖之苦一样，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攀住啊。所以佛陀说不究竟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讲说万法呢会有成住坏空啊，那心呢会有生住异灭啊，那人呢会有生老病死啊。所以真正的乐是什么呢？就是解脱之乐啊。那么你至少呢，如果你不能够出离三界呢，你至少要像儒家他们讲的，你要做到世间的这个君子啊。你要做到格物致知啊，诚意正心啊，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要做到这个境界啊，你至少还可以当个世间的君子啊。啊，那佛家比较究竟啊，他叫你发菩提心啊。那最后呢，你透过学佛修行呢，你破掉我执、法执，你再破根本无明，你就证得法身了。那证得法身的时候，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地藏菩萨一样，他就永远解脱生死轮回啊，他就不再受生死轮回啊。那么他每一世再来的时候，每一次再来的时候呢，他都称愿再来啊。为众生呢做苦海的舟行。苦海里面的诸行就好像一艘船，那个法船一样，作为 引领众生呢能够登彼岸的这个菩萨。但是你在世间一样扮演你的角色，你不管是当工人员，你不管是当商人，你不管是当妇女，你不管是当任何的工作，你就在你的工作上呢，你能够发菩提心啊，能够自利利他，那么那个地方就是你教化的净土，那你就可以成就这个功德，那你就可以透过佛陀教你的这个啊三藏十二部，佛陀所开示的四九人的说法，开示悟入众生佛知佛见，你把本有的佛知佛见开显出来，那个真正的那个乐就是解脱之乐啊，它没有烦恼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他烦恼挂不住啊。那么他能够有那个智慧，他可以看清一切真相，所以他看得破啊。那对一切境缘，他放得下。我们就是因为放不下，所以我就是在思考一个问题。有一天我就问医生啊，医生就跟我讲说啊。我说那个肿瘤癌症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就跟我讲说、哦、他说从这个息肉来的，有一些是从息肉来的，比如说他讲大肠癌来讲的话，那我就请教他，我说大肠癌从哪里来的，他是我们一个肠道啊，他长在我们的肠道里面，突然间跑出一块肉球出来，我们称那叫息肉啊。那他就讲说，我问他说，那息肉以后会变成怎么样呢？他说因为有良性跟恶性的。那我就问他说什么叫恶性的，他说他上面的细胞血管排列已经不正常了，乱了套了，
他就用相片纸给我看说，我们正常的细胞排列是顺序是很自然的，排列组合是很正常的，那就是好细胞，好的血管的排列组合。他说如果乱掉的话，就乱成一团。他说那个血管就乱成一团，就不正常了。他说不正常以后呢，它就会突变，就变成肿瘤，癌细胞就产生了。所以癌细胞从哪里来呢？从我们的心思变现的，从我们的业力变现的。弥勒菩萨跟我们讲啊，念念成形，形皆有事啊。我们每一个念头就种子，我刚刚讲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啊。每一个种子，看是你什么样的种子，你是贪嗔痴的种子，还是戒定慧的种子？所以他就说，你那个肿瘤呢，它是细胞血管排列不正常，所以呢，不正常的人生跟不正常的信念跟不正常的生活，就会导致这个不正常的肿瘤产生啊。所以我们佛法佛陀很了不起啊，佛陀讲甚深禅定呢，叫做三摩地，叫三昧，三昧，三摩，三摩地，三昧也。三昧呢，就是正受，就是定慧等持，禅定跟智慧。那什么叫正受呢？你对世间的一切万法，你可以真正的享受，你可以欣赏，但是你不染着。就像净空老法师在讲经里面讲，他曾经有弟子带他去看一个，有很多说很名贵的一种非常珍奇的东西。老和尚看完说：“那我都已经看完了，他欣赏完了。”那我们世间人呢？我们看完以后呢，我们就会起贪爱了，那我们就会起烦恼，就放不下了。那就不好的种子就产生了。所以我后来跟那个医生讲那玩意，我得到一个结论：那个肿瘤啊，就是种子。种子把它留下来，那不好的种子留下来，住到阿赖耶里面去，就变业力，那不就肿瘤了吗？这是我的体悟啊。那你现在怎么办呢？你用念佛，你用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你把这个不好的种子把它净化，我们佛家讲的名词叫转世成智。你用阿弥陀佛转六尘的境界，色声香味触法，你转完以后就变成什么？如果你没有用佛法去转，你没有用观照，所以阿弥陀佛就是一个观照。你如果有办法转过这个境界，那么色声香味触法就变成妙色、妙声、妙香、妙味、妙触、妙法，就不思议了。妙就是不思议，就是智慧了。佛陀的《金刚经》跟我们讲，你不住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很难呢。怎么会不？怎么办法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呢？我们的习气无量无边呢、啊，一看到喜欢我们就动念了，一动念就来不及了，你就起心动念了，就落下阿赖耶识的种子了，就是种子起现行，现行就是发作了。那又心为气的，以后种子更强，下次来更贪爱，所以我才说像吸毒一样啊。有时候业力就是这样一条不归路啊。我今天看到报纸登一个消息，因为一对男女吸毒啊，那个男的死掉了，死在现场。那个女的跟他锁那个尸体，锁了4天，整个人糊里糊涂、昏昏沉沉的。警察进来他还搞不清楚。然后最后呢，他把那个男的下体扯断，
那这就是给我们告诉这些因缘果报啊，讲得这么清楚啊。然后他们又带着这个迷惑颠倒糊里糊涂的这个人生跟业力再去随业受报啊，就万般将不弃呢，唯有业随身啊，下一次来比这次更苦啊，更迷糊啊。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转世成智，那大经里面讲呢，若能转进呢，就统如来，那你才有办法去恢复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你才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三昧的生活。活不上的生活就是三昧的生活，就是戒定慧的生活。所以癌症是什么去变来的？固然有人讲说癌症是杀生变来的，没有错啊，是杀生变来的，但是也是我们心识去变现的。所以道正法师在讲到《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的时候，提到那个频婆娑罗王佛陀的护法，被这个他这个不孝的儿子阿舍世王给他监禁在大牢里面、监狱里面，韦提希夫人呢非常的痛苦，她到监狱去探视她的先生跟她的丈夫，她跟佛陀祈求说：“为什么会这么苦呢？”她想求出离。释迦牟尼就画给她去净土，给她去选。她会有后来韦提希夫人选择西方极乐世界。那当时她也跟佛陀讲：“我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的一个儿子出来呢？”那道正法师怎么解释呢？道正法师解释到这段说：“这个儿子也是你生出来的啊，怎么生出来呢？你的贪嗔痴生出来的啊，你过去生的恶缘生出来的啊，才这一世变成你的冤亲债主啊。所以善人也是教出来的，恶人也是教出来的。”所以这些我们讲的这些恶缘、这些业障，都是我们自己生出来的，跟别人没有关系啊。你要懂这个道理，你透彻了，大彻大悟了，明心见性了，你最后就会悟得老法师常在经典上讲的《大般若经》里面讲的，他说般若会上呢只有三句：不可得、毕竟空、无所有。这个时候你智慧现前了。那虽然说不可得、毕竟空啊、无所有，但是菩萨呢还念念为了众生的苦，因为菩萨呢发菩提心，所以他道家慈航，广度有情。那最后呢在人间成佛，往生极乐世界成佛。所以这佛家讲的理呢是非常透彻、非常的究竟。那么这个理学家讲的这个呢，他讲说理先天地而存在，这没有错，你要先真的自信本具的这个万德万能啊，你就可以知天地啦，你就可以在这个天地呢悠游自在呢，率性而为啦，你就可以在这个人世间，你就可以作为很自在的一个君子啦。李家讲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明朝的儒学家讲呢，心呢是宇宙万物的根源，这个呢，他跟佛家讲呢是很接近的。所以他讲理学呢是信理之学。所以宋儒呢解释经典呢，他着重在什么？着重在义理。但是我们佛法是讲什么？我们佛法上讲这个事无碍，理无碍，理事无碍，事实无碍啊。事理是不二的，那事是什么？事就是我们的生活啊，我们心的妙用啊。那理呢，我们自信本具的
这个万德万能啊。如果说你证得你证得理，那你也一定能够做得到啊。所以呢，啊，理学家呢，这个我们刚刚讲说这个理学这个地方讲理学呢，事实上呢，就讲我们自信本具的万德万能了。好，那我是从佛教角度来解释这个道理。再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催征，催征就是政府征收民众的这个田赋租税。那么雕风就有些呢啊，雕讼之风就是坏风气，有些人很喜欢打官司，或是颠倒黑白来躲人家的财产，啊，或者陷人以罪的这个诉讼，这个现在这个年代呢，这个末法时期呢，非常的多。什么叫雕风？就雕碗的人。啊，我最近呢，啊，刚好办一个公文移送案子，我看了我也是摇头，对不？我们这个大楼有社区嘛，那社区大家每天都辛辛苦苦去赚钱，那么一个月当然缴一个管理费啊，哎，那个管理委员会耶，他去请一个总干事呢，这外面请的总干事呢，那竟然是一个恶霸。那那个财务长呢，竟然是一个通缉犯。那他们所有这个管委会的存款呢，总共477万呢，他们被他们五鬼搬运了，全部用光。这管委会要去告他们。啊，后来我就问我们承办人说，他怎么把钱骗光呢？这不是在存款簿里面吗？哦，他说是这样的，这就是刁完，他就是在公布人公布的时候呢，他先把存款先提出去。那大家的钱，那公管委会的大家的钱提出去，然后他去存到另外一个地方呢，再把那个存款簿用列印的方式、影印的方式贴出来以后，再跟原来他那个管委会的那个存款簿呢合在一起以后，就把它公布在公布栏。所以居民一看呢，好像钱都在没有动啊，或者发现都被提光了，那么现在就打官司啊，这叫做颠倒黑白，以夺人之财产。现在人很多啊，那诈骗集团不就这样的吗？对不对？人家辛辛苦苦，他是一个清洁工，一个月才赚微薄的钱，一年才赚一点点钱，一生的积蓄被你一次就骗光了，这不是刁风吗？现在的人都很短视，都不相信因果。地藏经讲得很清楚，若欲切道久，贫穷苦出报啊，来生还是穷啊，对不对？你所去骗来的，原来是你命中有的福报。你看，你命中就有那个福报，你为什么要去造业去骗来的吗？所以君子呢，乐得做君子；小人呢，冤枉做小人。他骗来偷来，应该是他命中的福报。那你为什么要去骗、去偷呢？没学佛嘛，不懂得因果嘛，不懂得这个佛理嘛。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水旱早勘，勘就是查看水灾来的时候，这些啊父母官呢要去勘察水灾旱灾的现场。好，那么第七行鳏寡孤独，这个鳏寡孤独呢，是出自《孟子·梁惠王篇》。老而无妻，叫做鳏，我们叫鳏夫；老而无夫，叫做寡，我们称叫寡妇；老而无子，叫做独；幼而无父，叫孤，我们称叫孤儿。啊。那这 四种呢，是天下穷民而 无告者，就是天下最可怜的人，没有什么依靠的，啊，是鳏寡孤独。啊，那再看这个字呢，鱼岸，这个鱼岸呢，就是在低洼地区，他盖了那个黄水护田的堤，
这个小小的个小堤防呢，来保护那个稻田的呢，那这个叫做淤岸，淤岸沟渠啊，这个沟渠呢，就是我们一般稻田里面的水沟，啊，那逆泥呢，逆泥就是古代的这个不好的风气呢，就是刚生下来的女婴呢，投入水中淹死。这古代因为是重男轻女的陋习啊，这个落伍的一种习俗啊，叫逆泥哈。那裂麦呢？裂麦就是现在还有，以前穷的时候呢，非常普遍，就卖女儿。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乡下地区呢，就很流行这个啊，叫卖女儿。我们现在讲叫贩卖人口，那报纸常在登啊，哈，比如说徽州的啦，啊，其他比较贫穷地区的，他要到想要到比较富庶的地区去工作，啊，透过人手集团呢，搭上那个船呢，啊，就变成啊，我们一般讲叫贩卖人口集团控制。那后来有些也是很可怜啊，整批人都在船的上面闷死掉啊。也有发现那种现象。烟花是指妓女跟艺妓唱歌的啊。引神就是以前的时候呢，迎接神灵来降呢，会有许多祈福的这个消灾的活动啊，还会有这些古乐队的哈、啊、歌唱歌的等等，这些叫引神哈。那么曝呢？曝光呢？叫做曝光，就是有些棺材呢，可能就是啊，有人被人家盗墓啦，哈、啊，或者是有些没有被埋葬的啦，那会有这种现象，啊，曝光、曝露，因为尸体呢，死者为大，所以像我们台北市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规定呢，车祸现场。人被撞死了，以前在那边呢、啊，也是很可怜。在台北市真的发生这个事情了、啊，天气很热，大概夏天的七八月啊，那个柏油路都是很热很烫啊。好了，在那边撞死了，那等检察官来验尸啊，结果在那边没办法动那个尸体啊，那等检察官来啊，结果搬起来说呢。尸体的皮都已经连在那个柏油路上了，所以后来我们这些长官就发现，而且民众反映，家属反映，觉得这样很不人道。后来我们警方呢，我们就下令呢，所有各单位基层的端末呢，就是你去处理这种车祸现场的，我们会盖一个类似这个蚊帐，四方形的蚊帐。好、啊、黑色的外面看不到，你经过人看不到不会害怕，就把它在马路上呢暂时把它先盖起来，以示尊重，这样也很好，好也是一种、对死者的尊重跟积德、哦、不要让它暴露在街头、哦、那么社仓创行社仓呢，社仓是古代的义仓，古代的时候为防范荒年呢，就是灾荒之年呢，在乡村地区呢设置的粮仓，啊，这个从隋代呢就有了，他负责管理发放哈、啊、稻米给这个民众。同善会呢，同善会是这是一个组织，是行善的一个组织，它是中国哈、哦、啊。有记载的最早的一个民间慈善组织，它是在什么时候呢？在明朝万历十八年，公元呢1590年。那么有一位呢叫做杨东敏这个善人，组织呢富饶在河南的虞城，创立第一个同善会组织。啊，中国人喜欢行善。后来呢，他随后呢，在江南地区呢流行起来。同善会大多呢是由地方士绅呢来举办，
金会呢，只要是依赖呢会员捐献，每次捐献的金额呢，以比如说像嘉善啊，这个江南这边有个嘉善同善会当例子呢，从这个银子的九分呢到九钱不等。那么随着申请救助人数的增加呢，每一次筹集的捐献金呢不够入不敷出，于是呢同善会开始呢，他们就自办呢不动产土地呢，用地租呢租给人家，然后用地租的收入呢来维持同善会的营运。那么同善会呢都会定期呢举行祭会，一般呢是每年的四次。那么祭会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呢收集会员的善款，大家来缴钱。好，那么第二个呢根据会员平时调查情况，确定要救济哪些人，要救济多少钱，大家讨论呢定一个规则出来。好，那么第三个呢是大家来难得来祭会嘛，那么就请一位呢主讲者来讲这个因果故事还有行善的故事呢给这些会员听。那么他讲的题目呢都是属于呢劝人为善的，好，而且讲的语言呢就比较简单易懂的语言来演讲。所以呢这种风气也好，有一个同善会呢，他地方呢安分守己的民众呢，他们就可以组织起来呢各建立一个好风俗。那么同善会救济的对象呢，首先是生活无依的这个孝子或者劫富，劫富就是他先生死掉了，他守寡了，好。那么其次呢，就是没有被养济院收容而不愿以乞讨为生的贫老病者。那我知道现在大陆呢也很流行在推动这种，我们像他们叫做敬老院，我们台湾呢叫养老院。好，敬老院听起来比较恭敬，养老就好像在那边养老。那我在去斯里兰卡回来，在飞机上呢就有碰到北京的呢两位居士呢，他们就是办这个敬老院。那他们也是听老法师的开示呢，那么就做这种敬老院的工作。好，那有些企业家呢他财力够，他来负责做这个事情。那他们呢有针对学佛的或者没有学佛的来规划。那学佛的呢他们就给他们能够有机会呢在一个地方大家一起呢住在一起。好，那么他们做法呢是吃素，学佛的就吃素。那他们有问我一些意见，我有给他提供建议，我说呢，那你应该让他们道心不退，给他们做一些定课，然后早晚课给他们一样做早晚课送。那平常呢也有讲经的活动，也有听经的活动，有念佛的活动。那我呢平常还可以办一些呢对他们老人家呢身体这个复健啊，身体如何去疗养呢，这些基本的一些讲座也是多少对他们老人家有点帮助。那老的时候呢多少都会有病缠身，那你如果让他呢在这个病苦之中呢，如果又能够照顾他这个身体，好，又能够呢提起这个道心来念佛。所以这个敬老院呢其实我是蛮认同，我觉得因为如果是属于民间办的话，一般学佛人去呢他要适应那个环境是真的有点困难，如果有学佛人来办的话那非常的理想。好，这个叫做同善会呢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会针对这些呢没有去乞讨的这些老人这些人呢有病的人，老病贫穷又老病的人呢，给他们一些这个救济，那么他可以来领这些善款。那么这个是同善会。那么义因呢，就是因为古代的时候呢也是会有这种现象呢，就是弃因生下来不要养的，
这叫做古代叫做义音堂啊，义音堂。那么老法师曾经有在斯里兰卡呢，有问那个斯里兰卡的总统，说你们这边，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算是民风不错啊，那么是一个佛教国家，那老法师就问他们说，你们这边有没有堕胎的？那个总统就讲说，是有了，但是没有说像别的国家这么频繁。那老法师问他们说，你们对这些堕胎怎么处理？好，那这个斯里兰卡总统就说呢，国家来养，国家来养这些，这是好啊。好，或者现在堕胎太泛滥了。这个在古代呢，就有那种好的这种这个善良的风气呢，它会怎么样？会盖这个义音堂，很难得，收养弃婴啊。义学呢，以前的时候用各地呢，用公款或是私人的钱呢，举办免费的学校。义学啊，尤其像现在少子化，台湾现在是少子化。其他地区可能都有少子化现象，像台湾的少子化以后呢，哇，很多小学变空屋啊，哈，所以有些人就有曾经有起这个善念说，哎，把那个一个小学把它租下来，向国家来租呢，哈，来办一个传统文化学校，那也可以啊，对不对？来教传统文化，啊，然后付给国家租金呢，啊，这个就是。义学，那我们现在台湾来讲就是社企大学，对不对？社企大学有教你很多啊，健康啦，哈、啊，娱乐的啦，音乐的啦，茶道的啦，哈、啊，这个韵律操啦，运动啦，或者是上一些课，比如说易经啦，哈、啊，是伦理啦，也有在社企大学教，这也是很好。我们一般叫做长青大学。啊，让老人家呢，他有些没有学佛的，他老人来有一个生活上的寄托，这也可以叫做义学啊。哈，那么义种是什么呢？就是古时候的有些尸体啊或者战乱的时候呢，这个无主的这个尸骨呢，没有人埋葬啊。那么有人就会发心呢，就是地多嘛，弄一块地呢。把这些尸骨全部捡起来，然后把它埋葬固定的地方，那这叫义种。我们台湾也有叫万人冢哈。那么再下来这个桌场，冬桌场呢，哈，特别强调冬天，因为冬天比较冷，哈。那么旧时候的官府、慈善团体或者人士、善心人士呢，他就会施粥给这些呢饥民来用。那么再下来就刊书籍呢，就是刻印书籍。那么刊书籍这个年代呢，要怎么做呢？我们想说法宝流通嘛。那我看看有些呢，好像台湾有一位法师呢，他就是用一部车子，像箱型车，那特别设计的，那里面都是法宝。啊，那么。也有一些善心人士，我看过到菜市场去，那他这部这个小货车呢，里面也放了佛号、佛乐，那里面呢放一些书、佛经跟讲经的佛经的讲经带，或是佛乐跟大家结缘。如果真的有人退休呢，他觉得要去行菩萨道，我倒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法布施呢。为什么呢？我当时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买那个塑料的时候呢，我就被这个音乐吸引到了。那我就跑过去看，我说它里面大概在接引什么法宝啊，接引什么佛乐啦，或讲经带啦。现在你都把法宝送到净宗学会，他们都不来拿，那我们就做不请之事啊。如果有人愿意听我这样的这个劝导的话，退休以后呢，用自己的退休金去买一台。中古的小发财车货车，把它改装以后呢，流动法宝流通车，里面都有净空法师的法宝啊，净空法师的这个
定龙法师的录影带 DVD 光盘啊，你再配有一些音乐，因为他们毕竟喜欢佛乐嘛，大这个阿弥陀佛圣号啦，或者有些人喜欢大悲咒啦，有些人喜欢心经啦，他不见得每一个都是净土行人嘛，那你要随喜大众嘛，好，好，你车子就开了，每天呢早上出去两三个小时，那下午再出去两三个小时，那开到市场，再把它停下来，或者开到公园，或者你更先进的，里面放一个荧幕，播放老法师的讲经带，哇，那太好了啦，你等于把一个道场搬到啊，搬到公园，搬到公庙，搬到菜市场，净化人心呐、啊！我是没有时间了、啊，我光讲泰山感应篇就用掉我很多时间了、啊，哈！否则我真的敢去做，我不骗你的。我上次看到一个师兄，我就看得很感动，他买的厢型车，啊，然后呢，他给他写的很漂亮，那个老法师的墨宝，用金色的给他做。因为现在你电脑输出很方便啊，他用电脑输变贴纸啊，啊，用那种防水的贴纸啊，那就把老和尚的墨宝用金色的方式电脑输出，他就把整部车都贴无量寿经四十八大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他这边呢，这边大概是贴二十四愿，那这边再贴二十四愿啊，左边车子的左边右边嘛。他就把整个贴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贴起来，然后车子的尾巴呢就挂一座很大的阿弥陀佛，金色的。哎，这个人，我们台湾话讲说很有真干，而且有种，对不对？有勇气，他也不怕人家看他说，哦，这个师兄怎么这么有胆识？我跟你讲，真的有效果。因为我就被他吸引去了，他就放着阿弥陀佛圣号啊，啊，他开到红绿灯，你至少要看两一分钟吧，就给你种下一个善根啊。所以我是说，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我来这样来就发起这个，或者你现在都很进步啊，你可以用那个发电机在车上，在左边右边开一个电视视窗啊，那就播讲经。净空法师的讲经带啊，你可以播放科注啊，播放老法师讲的太上感应篇或者地藏经啊，那透过麦克风，你音量不要太高，不到时候警察来给你告发过去，你妨碍安宁啊。哎，这有用呢，尤其现在都是堵车啊，对不对？你只要音量不太大，他堵车无聊嘛，以及这边打妄想，哎，一入耳根，永为道种啊。他一听到一个佛号，阿弥陀佛佛号，听到一句老法师的开示，那个金刚种子入阿赖耶，一入耳根，永为道种啊！你至少让他起恭敬心嘛，一沾一礼都有无量功德嘛，《地藏经》讲的这么清楚嘛，好，看看有谁哦愿意花这个大心呢？好，台湾也可以，大陆也可以啊。如果你真的有时间，你有这个疑虑，你只要发心啊，或者大家志同道合轮流开车，对不对？好，你排班，你开第一个礼拜，我开第二个礼拜，那就不会觉得很累啊。不然叫你一天一个月开三十天，你可能开半年没问题啊，开一年你可能就累了，因为你还停在那边。如果你有办法讲解佛法给人家更好，你停在公园那边跟老菩萨解释简单的念佛道理，为什么求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念佛，你跟他们讲净业三福，多好啊！就变成活动的讲堂，活动的道场啊。这个就是哈，我想讲到这个看书籍啊，你现在给他做固定地方，他不来了啦。现在末法时期啊，老法师讲了，魔强法弱啊。那我就主动出击，你不来我就去，对不对？我就举这个例子，我上次在街头看到这个，我自己眼睛为之一亮啊，那我就开车开得很快，就追过去看他到底是怎么弄的，我才看得很清楚啊，很庄严。他就刚好买那个厢型车，啊，整个都把它贴起来。你看他也许是在运货，在送货，啊，一举两得，又法布施。
啊，又可以做生意送货，他也没有影响啊。好、哦，你总比现在汽车广告都那种贴的那种都不堪入目的，我们台湾话讲叫清凉的照片。啊，清凉叫什么？大陆不叫什么？清凉就是说他穿得很暴露的，你总比那个好吧？对不对？你总要有一些政法的力量在街头，让他民众能够清醒嘛。这叫做看书，我的个人看法，这一点浅见提供给大家参考。七留守就是、哦、清代的时候收留一些难民、流民，好，我们现在讲叫街头游民的专门机构。好，那么这个讲到这个役协呢，役协跟这个下还有一个下药集，下药集就是说啊，就准备这个药的，哈。以前在古代的时候呢，他们的药呢不像现在这么普遍，我们现代人是比较幸福。那我在这边呢，这个有关这个像我们看到这些下药集啦、东周藏啦、看书集啦，做这些善事呢，他原来是这里面本文这里面呢是期待政府机构来做，也就是说你当这个县官的、县令的你来做，好。但是我是觉得说呢，啊。有时候也可以鼓励民众来做，你做政府官员的，你做县长的，你可以结合民间来做，或者鼓励民间来做。好，政府站在辅导立场、鼓励的立场。那我这里就举一个，台湾的一位女众菩萨呢，她叫做张平仪，好，她的故事给大家听。那么这位张平仪呢？啊，这是啊，这个报纸有登出来哈，啊，这个张平仪女士呢，她跟这个现在的中国的外交部长呢，这个王毅呢，他以前呢是国台办的主任呢，啊，他合照。这个张平仪呢，出生在台湾云林，好，那他以前是担任记者，那他在1999年，也是没有多久以前呢、啊。好，1999的话也不过是13、14年前而已啊。他前往哪里呢？四川的跟云南，人家是他去那边玩去度假，他不是去那边 去那边救苦救难，他去四川云南呢6个麻风村，麻风你们知道吗？麻风病啊，麻风村呢看当地的这些偏远的村落。因为他们可能都住在一起嘛，仍然停留在没有水、没有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的生活。那么那个地方的小孩子呢，他们都是集体户，没有身份证，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也没有呢，也没有人去辅导他们。这个张平仪呢，菩萨很难得。他呢就自告奋勇的到这个麻风村去，他用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的名义呢，在当地呢为这些贫穷的儿童呢奔走。他甚至帮助那边的农民呢，把一个田埂间的小路呢，把它整平一个水泥路。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善行呢，但是我觉得很难得。啊，那么呢，他曾经被怀疑呢，被当地人士怀疑呢，他是台湾这边政府派过去的，有问题的，哈、啊，但是他依然坚持行善。他经常呢向当地政府呢啊报告呢，希望能够呢来帮忙照顾呢，改善当地的这个生活。那他辛苦的募款呢？崇祯那边有一个叫大营盘小学，当地呢麻风村呢终于出现一个正规小学，让那些小朋友有上学的受教的机会。他这样的一个善行呢，被中国大陆的中央电视台叫央视呢，有一个节目叫感动中国呢，啊，把他选出来呢是十大人物，台湾是第一位获得这样殊荣的一位
这个善心人士，这个张平里，我觉得他很难得啊。那么这个中国这个王部长在接见他的时候呢，跟他讲呢，他说他这种善行呢，啊，是发挥中国弘扬扶危济困传统美德，啊，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去照顾这个麻风病人，这跟我们这里讲下药级提供医药的这种救济呢，其实怎么讲，现代的社会的一种提升。你现在因为现在都有私人开设的药局嘛，那国家都有健保机构啊。可是有些落后偏远的地区呢，是需要这些医疗照顾啊，那就是必须要跟着时代的变化不同，你必须要改变现在的一些做法。那像他就做到了，好，他主动送医药过去，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可以受教育的机会，那这样就是对的。那这个让我想到我们慈悲三昧水忏里面那个悟达国师还没有成为悟达国师以前，他叫做这一个知贤法师。那么他在佛寺里面呢照顾一位病生，那个病生呢就得了一种叫这一个迦摩罗疾，这种病就是全身会有一种就是生这个疮啊，会烂的那种感觉，还这个有一点像我们现在讲的就皮肤病，这个叫迦洛迦尊者。他事实上这位出家人呢，他事实上是观世音菩萨化现的，就迦洛迦尊者，他就是要来度悟达国师。所以慈悲三昧水忏就专门在讲这个悟达国师的忏悔经过。那么当时知贤法师后来他修行道业成就以后，被唐懿宗，唐朝的唐懿宗尊为国师。那么皇帝就请悟达国师升座说法。悟达国师升座的时候呢，啊，起了一个慢心。哎呀，我这么年轻呢就当国师，这个老法师常跟我们讲啊，你贪嗔痴慢一起心动念的时候呢，护法神就退开了。你如果常常守住这个五戒呢，你我二十五位善神会护持你。可是你一旦你起了贪嗔痴慢疑的时候，护法神就退开了。就那一刹那，护法神退开那一刹那，燕青寨主就进去了。那悟达国师要升座的时候呢，起了这个慢心的当下，脚去踢到那个太师椅，因为皇帝赐给他呢，枕木去雕刻的，檀香木去雕刻的这一种，哈，我们讲说沉香啊，沉香你们知道吗？像檀香木那种那么香的那种。沉香木呢去磕的这种太师椅，这个脚不小心去撞到就破皮了，那破皮以后就怎么样，就治不好啊，就变成人面疮啊。所以病要是没有办法治好，它有两种情形，一个就是业障病，一个叫做冤业病。如果是像感冒的，那叫生理病。那业障病呢，出生的时候就带下来了。比如有人先天心脏就不好，有人先天就是肝不好、肾不好，有人先天就气喘，有人很年轻的时候就要洗肾，业障病呢、啊？过去生所造的身口意十恶业所造的业障病呢、啊？那么到地狱去以后去受报，到鬼道去受报以后，还有余报未了啊，余报未了又到人间来要还那个业债啊，所以变成体弱多病啊，短命早夭啊。所以莲池大师说，病有业起，业有心造啊。
那因逆病呢？因逆病旁边有冤亲债主啊。那误打勾输就是冤孽病了、啊，这个人面疮就是冤孽病了、啊。所以冤亲债主要找你麻烦很简单呐、啊。你迷惑造业的时候，贪嗔痴慢的时候，他就进去了、啊。你怎么防都没办法防，没办法防患呢、啊。所以地藏经里面讲说。业力甚大，能抵西米，能生计海，能仗圣道、啊、他出家人照样进去，他是国师，他照样进去，因果不空嘛，不灭因果嘛。那后来他就怎么治都治不好啊，就很痛很痒啊，啊给他喂食啊。那就因为他照顾那个迦罗迦尊者，迦罗迦尊者就敢。激他的义风，义风就是什么？就他的德行，他的这种菩萨行，他的善心。那就跟他讲，他说：“你将来有难，你到四川彭州的九龙山来找我，以两棵松为志，以两棵松为这个标志。”那后来他因为痛他不行嘛，治不好嘛，各位。生病是很苦啊！如果你还没有到，你还没有办法到我空法空的时候，不要说法空了、啊，你还没有到我空的时候，那病苦折磨是真的很痛苦，而且你会让你恐怖害怕、欸。以前地藏老法师哦，在生病的时候啊，天台宗那个地藏老法师在生病的时候啊，他也会痛啊。啊，那个侍者沙弥就跟他讲啊，他说：“老法师，你不是说这是臭皮囊吗？那你为什么还会喊痛呢？”地藏老法师说：“因为沙弥不知道师父的正量啊，他有时候是表演给你看的、啊。他说痛是真的、啊，但是他不执着啊，还有这个四大。”我们讲有一依涅槃呢、啊，他有这个四大还没有舍报啊，就叫有一依涅槃呢、啊，有一依就是他还有这个四大在啊，他跟世间人他不坏世间法，他一样会去看病呢、啊，但是他心呢、啊、解脱自在啊，不被病转啊，他不会被病苦所转啊，所以他有痛没有苦嘛。所以他说痛是真的是没有错啊。他如果不知道喊痛，他就变木头人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所以他跟小沙弥说：“哎呀，这个沙弥啊，这个他的侍者嘛，他说痛是真的啊，但是他没有苦啊，他有痛没有苦，他就是解脱的境界啊。”佛陀当时在入灭的时候，他也因为潮湿的关系，他也这个腰这边也会酸痛啊。阿难给他盖大衣啊。后来佛陀入灭的时候就在那边吉祥卧啊。佛陀示现什么？以苦为师啊。所以悟达国师后来他就到这个四川的彭州去见这个迦罗迦尊者，那两正看到两个松，其实那时候看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已经不是你现在肉眼看的彭州九龙山的了，已经变成净土圣境的了，他进入到另外一个维持空间的了，所以他看到两个松，还有这个。沙弥嘛，沙弥就跟他引导进去嘛，说老和尚叫你先休息一下。好，那么后来他第二天早上呢，他就见老和尚呢，就是迦罗迦尊者，他就跟他讲这个人面疮，他说勿忧，他说不要烦恼，没事。他说呢，你明晨呢到这个溪边呢去洗那个三昧水，
就好了。他第二天要去洗的时候呢，正要洗的时候呢，突然间人面上讲话了，他就稍后稍待，就开始讲话了。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我是这个汉朝。”啊，你听过这个《汉书》里面历史记载里面偃弄跟曹操的故事吗？他说知道啊。他说你是偃弄，我是曹操啊。我们两个一起在皇帝面前当官啊，你在皇帝面前说我的话，让我被在东市斩头，东市就在刑场啊，被砍头啊。听说啊，那个曹操被砍头的时候啊，那个头滚下去的时候呢，他非常的怨跟非常的恨，所以听说那个嘴巴张开的时候，旁边有个小树他咬住了，他这么恨跟这么怨，所以他找他找十四，结果十四呢，这个误打误撞都当法师。而且戒行成就，他没有办法去侵入，一直等到他这个慢心起来以后，他侵入了。所以业障要怎么消？你一定要熄灭贪嗔痴吗？勤修戒定慧吗？你要透过忏悔啊，你透过礼佛忏悔啊。像我以前在拜无量寿经一字一拜一样，拜到业障现前了，前身痒得不得了，就刮痧以后就起水泡，再把水泡戳破，再用淋力就把它淋下去。因为夏天拜无量寿经一字一拜嘛，就拜两步啊，拜完以后回去身体非常的痒啊，业力变现的。那个阳也是业力变现的啊，等到拜完无量寿经一字一拜，有拜两步以后，那个背部会痒的病就不见了，就好了。我们讲有形的毒素排出去了，所以当时在刮痧的时候，刮得很痒的时候，就起水泡，再把针把它戳破啊，再让它脓血那个污水流出来啊。有时候还会有点脓血，会血会跑出来啊，因为夏天你流汗一定要淋浴啊，所以水碰到那个破皮就很痛啊。拜完以后现在就好了，所以证明什么？业障本空啊，无明本空，本觉本有啊。但是你还没有处理以前，你就会很痛苦啊。后来他才跟他讲，以后呢，他说念在迦罗迦尊者调解，就观世音菩萨调解，我原谅你，但是你要写一本忏悔的这个经文出来。他说了，在那边解毛捧就写这个慈悲三昧随身，是这样来的。我早期的时候呢，我也曾经拜过这个，所以地藏经里面讲啊，地藏经在第十品里面呢，较量布施功德延品里面呢，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即大慈心，布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进击天子，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子，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而不闻苦声。所以啊，我很鼓励啊，我们要学老法师。老法师他说他一生只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注印经典，他说注印经典不会变质，为什么？法宝可以流通，常住人间。那么第二个，老法师呢，他会这个捐钱呢，买医药给一些医院。第三个呢，老法师就是放生。所以这个医药，地藏经跟我们讲呢，这个对于老病生产妇女，
肉一炼金鸡大之心，不是医药饮食卧剂啊。好像医药来讲的话，饮食就是比如说我们对这些苦难的人、贫苦的人，我们给他食物，啊，你让他那个得到安乐，那这样的一个福利呢，他很不思议。但是这个为什么他不思议呢？因为你要一念间即大慈心，要真正大慈大悲。那么你在啊这个一百劫中呢，是禁忌天主，禁忌天呢是在色界，色界天。我们讲异界、色界、无色界，那二百劫中呢是六欲天主，而且最后是成佛，永不堕恶道呢。而且怎么样，百千生中你听不到苦的声音了，得到健康长寿的果报。所以这个 提到这个下药局呢，那我是附带提到这个《地藏经》里面讲这个部分的功德。那接下来我们来解释这一段的白话，我们看到古往今来，我们各位再翻过来课本174页的第三行，历观古今人臣尽忠而后报，就是我们看到古往今来有些大臣呢，他尽忠，他所获的果报多的不胜枚举，啊，例子很多。那至于大节不夺，大节不夺的意思就是说，啊，他能够坚守这个节操，他不变节，啊，不夺就是他不变节，啊，或者他临危受命，甚至有些呢，他运气坎坷，抱恨千载。比如我们讲说前面我们研讨过的张衰阳，跟习演所的那个衰阳城，还有这个关状墓，就是关林场，还有叶武墓叶辉，他就是指这里的。你看他好像是抱恨千载，就好像他这样被像叶辉被秦怪害死，好像很可怜啊。似乎天之报书独异，就好像上天的报应的回报呢，好像是啊，这个特别不同。那么我们却不知道呢，他们在活的时候，在世的时候，啊，声响当世，他们在世的时候呢，他们就被大家所敬仰、所赞誉。他死后呢，还能够受到万民的跪拜，所以上天的这个的报答呢，上天对这些人的报答，比起怎么样呢？比起那些在世的时候只享受富贵安乐的呢的关联呢，那不止千百倍了。而另外那一些呢，忘金害民，那些对国君不忠、国家不忠，哈，贻害苍生的这些官员呢，上天给他们报应的惨烈呢，那就更不必说了。我们今天先且不论呢他忠不忠的问题，哈，我们先不讨论他忠不忠的问题，我们就看这些泛泛浮浮。主意不在上升，就是那些人悠悠泛泛在过路子，只图那个俸禄、那个官位，都叫泛泛浮浮。主意不在上升，他的心心念念都不是为了苍生，他们也没什么好结果啊。所以呢，可见偶俸偶禄啊，可见你们所领用的俸禄，你们一定必定然的护不得这个字，就是说你们一定必然的辜负不起这个忠字。你领那个耳俸耳禄，领那个俸禄，你对国家忠了吗？对人民尽忠了吗？你对得起这个忠字吗？这个意思是这样。所以从宰相到百姓，都有他们应该尽的责任，他们应该尽的忠。那么下民性命，
那么一般的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最重要是谁来照顾他们呢？县长，县令就是现在讲叫县长。而且县令呢，你更应该呢，你一定要忠于职守，哈。那么国家所谓设计这个县令呢，县长，就是要他替皇上朝廷呢来养育这些老百姓呐、啊。所以古代书经上说呢，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呐、啊，根本稳固了，国家就安宁了。那么这么重大的责任托付给你县长，你岂可以辜负呢？怎么可以容许他辜负呢？那么我们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呢？我们只能读书，你要去考功名，究竟为了什么呢？你要发心救世才对啊。等到你当权正式，等到你爬到那个官位了，你做了那个大官了、啊、有掌握那个权势了，你一定要将天地君亲这四个字放在心里啊。天地就是你要敬天敬地啊。那么君亲就是你要做民众的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你时时刻刻放在心上呢，要大行善事，你要努力的去广大推行善事啊，对自己操守要清白啊，要谨慎作为啊，作为部署的表率啊，而且呢，要勤访民营啊，要了解民众的痛苦啊，访美正以成诸啊，你要效法成子。陈浩、陈宇跟朱熹他们所推行的美好政策啊，那么要向当时的一些贤能的人、贤杰之士呢请教啊，你要在县政里面的一些做法、模范的善法，勿性情，你不可以性情、性私情、讲人情，也不可以贪财物。要表彰呢善良，表彰呢善行善事，并且呢要惩治恶人恶事，提倡有力的心力，就是要广替民众做建设，有利地方，要为民除害啊。那么要提倡遵守乡约，那么如果以现在的社会来讲，跟现在的环境来讲，我们就是说你要把当地本有的文化要维护住，每一个地方都有它人文的特色，它那边的习俗，它那边的人文跟文化，那么你如果把它保存下来，如果给他们维护不被破坏，我觉得用现在的话，相约应该这样比较妥当，因为时代在进步，现在电视网络都很发达，媒体也很发达、啊、已经没有城乡的差距了。所以你作为一个县长跟县官，你要如何保护你这个县里面的一些风俗民情的特色、啊、种农商，你要重视农业的这个农事的耕作种植，训示礼节，要办教育就好啊，要培养作育英才，为国家培养人才啊。你在地方上呢，你要这个鼓励呢这些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呢，能够呢啊来教育这个县民子民，教民勤俭，你要教老百姓呢要养成勤俭的这个风气。那么吹缴物私善法，你在扣税的时候，在催收这个税捐的时候呢，要考虑民众的疾苦，你不要强行呢啊推动那种大家都不翻你的税，然后引起广大的民怨，你要考虑到整个民众的收入景气，他们的经济情况好不好啊，这个叫做勿私善法，行义美尽人心，每一个刑事案件
不管是判死刑、无期徒刑的刑事案件里，你一定要存的什么？啊，这个哀今勿喜的心理。啊，哀今勿喜，你要怜悯他们呢，因为迷惑了，因为其他贪嗔痴的哦造业哦犯了法，所以你要去教化他们。那么格刁锋对这些一些刁民的作风呢，要把它革除。对这些贪官污吏呢，要去给他查查法办啊。那么有水灾旱灾呢，要提早去勘察，而且要迅速回报。那么如果有灾荒的时候呢，要设法要赈济。那对这些鳏寡孤独的人呢，择养有人，要有专人在照顾他们，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来照顾他们。淤岸沟渠对农田水利这些灌溉用的这些水道要把它整修畅通，欠修有效。那么同时呢，严禁呢溺女，古代有重男轻女呢，把那个女儿就溺死了，要严禁这种啊这个杀生的行为，或者是买卖人口、劣卖或者赌博。烟花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风花雪月的场合啊，如果我们台北来讲的话叫八大行业，我们的术语叫八大行业啊，比如说啊酒店啊，妓女这个我们叫做花街柳巷啊，一般叫做妓女啦、妓女院啦、好女色呢、饭店呢、媒介色情啦、这些都叫做烟花，啊，因为它是古代的用语。饮神呢，饮神其实它是一个风俗啦，但是就是怕一些呢，会有一些这个啊，可能有一些呢啊不好的一种。这个也许是我们讲说敛财，或者一些不好的做法，啊，是引神做戏，啊，淫书，淫书我们现在讲的什么？就是啊，这种啊，淫色的这种啊，这个画刊呐、啊、书籍啦、啊，啊，这种书，啊，那曝光呢，就是棺木呢，啊，暴露在街头。宰牛等恶事，哎，古代很有意思呢。那宰牛它算是一个恶事啊，哈。古代的人呢，都民情风俗比较好一点，哈。那么创刑呢？创刑设仓，创刑设仓就是呢，啊，同时呢，提供这些呢，啊，设仓制度，这粮仓，那组织同善会，那设立义音院，啊，七音之所，还有设立义学。还有一种，夏天呢啊设立这个药局来施药，冬天呢设置这个桌场，施桌场，那么刊印呢善良的书籍，那设置呢收容所等善事，所以呢当县长就好像入宝山，有很多好事你可以去做，就叫收罗宝山一般。那么在前面所提到的注讲资料之中呢，已经有提到官廉，有事就是官廉，有事就是地方官廉，要勤政爱民当作尽忠，现在又不厌其烦的，不但就是不厌其烦再三苦口啊来劝诫，实在说呢，是因为这些县长呢、县官呢是最关民命的、啊，最关乎老百姓的性命。如果能把这个念头善念呢，至此就是你能够把这个念头放在心上，那么有哪一件事情不能做好呢？那这个糊涂就不可思量了。那么以下呢啊，在专户叫数条往下这几个啊公案的故事呢，就是专户数案案例呢。来作为人民啊父母官者的一个参考跟劝诫啊。那么这个地方这里面呢
有一个地方呢，我特别提出来一下，就是啊，严禁逆女，就是我们现在想起来就是很不可思议，是你哦自己生出来，他怎么把他抓到水里面去把他溺死呢？就是古代的一种习俗，你知道？啊，有没有？有啊。我后来去查那个古书啊，《德意古鉴》里面就提到这个故事哦，是真的这个事情哦，哈。但是我是觉得说呢，现在的人虽然没有逆女啊，但是有怎么样？有堕胎啊，堕胎就很频繁啊。哎，等于是现代的逆女一样啊，你把它用夹子把它夹出来，对不对？你用堕胎药让它流产，那跟逆女还是一样啊，也是杀生啊。那德意古鉴怎么说呢？他德意古鉴里面提到，他说贼寇害人，耻者常理。他说盗贼如果去偷人家去害人，这个算是刑事案件，这是我们一般讲就是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生的事情嘛。母子相残，逆天为盗。他说如果是母子来互相残杀的话，母亲把小孩杀死了，这叫逆天为盗。那苏东坡曾经写一封信给朱厄周，这个信中他里面就有记载，有一个地方叫神仙乡，就这个地方呢就不像神仙了，就神仙乡不像神仙了，他就有这个逆女的这个风气。那么有一个百姓呢叫姓石，石魁他的妻子尽杀二子，禁杀就是这里讲的，把他两个儿子呢，竟然把他溺死了。后来呢，连续生四个儿子，连生四子，一产哦，一产竟然是四胎。我们一产是两胎双胞胎就很不简单了、啊，他一产四胎，他痛苦不堪。母子皆毙，母子都死掉。另外苏东坡又讲一个故事，他说在润州，就现在江苏镇江，有一个陈氏姓陈的这位女子，她因为生小孩生很多，以前的时代呢没有像现在讲说啊有这个结扎啦等等这些生育的这种结义的这个功能，以前没有，所以他小孩生很多，他就不重视了。因子多复孕，结果生了又怀孕了。所以他心里很厌恶，很讨厌，生这么多。有一位姓谭的，谈话的谭，这位妇人，老妇人就谭玉这个老妇人，他呢就会懂了这个堕胎药。他就给这个陈氏呢堕胎药，下胎堕胎下胎就是堕胎药。然后呢，他堕胎药服下去以后呢，他怀孕了嘛，又怀孕哦。啊，所以我曾经看过丁嘉丽跟净空法师的这个访问里面，丁嘉丽大陆这个丁嘉丽的这位居士呢，他就说过一个故事呢，有一个地方好像是在河北还河南，他连续堕胎，结果那个后来那个婴灵呢，就后来就讲了，他一直堕胎那个是同一个人，他就是要来找你，好，所以这个陈女呢，他后来谭父给他这个堕胎药以后呢，他又怀孕了。结果呢，他药配好了，药配好以后还没有吃。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了一只小牛，小牛跟他讲话，那个牛会讲话。这个小牛就讲了，他说：“我跟你有什么仇？我以如何仇？如必亦杀我，你为什么要杀我呢？我就要杀你，我就因而杀汝。”结果呢，这个
陈父呢醒来以后不了解说这个梦见是什么意思，他就呢忘记了，他就把刚才那个谭玉谭父给他的那个堕胎药就服下去了，结果他血崩没有停止，就血崩痛了一个多月，他在床在床头这样一直在那喊痛，他就看到 他在这个痛苦的当中呢，他有点像做梦，又好像有点感觉，他梦见一个小孩子在他床头绕来绕去的，跟他请求呢其命而主，就是后来那个小孩子也死掉，其命而主。因为那一年呢是在丑年，子丑寅卯那个丑年，那么甲这个子呢，那结果那个子呢是死牛，所以梦中那个牛呢就是他儿子，因为那一年可能是刚好是牛年嘛，我们十二生肖里面是牛年嘛，所以那个呢跟他起命，就是跟他讨命的那个呢是他的小孩，但是他梦中看到是一只小牛，他如果今年牛年生出来就是小牛了，好，就应该是他儿子。结果过了没有多久，那个给他堕胎药那个谭父也死掉，他说报应如此不可，但是他说叙事不完了，好，这是古代的时候把牛溺死的一个因果报应的故事。那这个地方呢，我就讲现代人的堕胎呢数量非常的多啊，因为现在的人呢啊，这个享乐的五欲之乐呢啊，男欢女爱，他做了当下呢他也不怕后果。比如说有一次我在差不多十几年前，我那时候还在东吴这个地方带共修，好，那时候我在东吴地方呢，这个地基我们台北市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讲堂这个附近叫东吴，那是靠近内府，它是在内府里面叫东吴。那以前我有发一个愿，我就跟莲友讲，我们那时候组合起来大概有四五十位莲友，我就跟莲友讲说，你们哦一个月呢到大众到你们家去地藏经共修。我那时候就大概十几年前就有发这个善念，那我说你们就观想呢地藏菩萨到你们家去佛光普照，那你们呢当夜轮到大家去你们家送地藏经的呢，你们就是功德主，那你们准备什么呢，你们准备鲜花素果就好了，那莲友就很好了，还有准备中间休息的时候还有 茶点招待啦，哈，饮料啦，咖啡的招待。那我那时候组合起来大概有五六十位莲友，所以一次轮一个月，一个月一次呢，一年就要轮才十二个人嘛，总共轮完大概三四年这样一轮，后来有延续下去呢大概轮两轮，啊，莲友就很喜欢，那去以后呢就等于大家在那边送地藏经呢，希望地藏菩萨给他们加持，所以那时候就有送地藏经了。那我就到这个戏子，我们现在校园讲的这个地方戏子这边呢，在那个我们戏子这边有个工业区嘛，我们这边送地藏经，还没有去送以前，我也不知道那个地点长什么样子。我前一天晚上先做梦，梦到呢有一个房间呢，通通很多的小孩子的尸体。然后那个尸体呢都一个一个都像叠罗汉这样叠起来，都堆在一个房间里面，可是我还不知道其实第二天去送地藏经的地点，因为台湾的习俗呢七月份的时候呢啊都会这个我们讲说欢喜夜会送地藏经嘛。好，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大陆的这些莲友观众里面呢，他们都是专修净土的啊，以老法师的
教导呢，专修净土。那他们也有人跟我反映说，老师你有时候会提到地藏经，因为我是一开始我就讲说，我专攻三经嘛，地藏经、旃檎桑叶报经，还有大圣大地藏十轮经嘛。那么地藏老和尚讲四大菩萨呢，是孝亲的开始嘛。那你进到大孝以后，才进到大悲，就观世音菩萨嘛，然后在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然后在大恒普贤菩萨嘛，啊，这是中国四大菩萨的表法。然后我还是这次到我们孝莲讲堂来呢，来开示呢，就讲中国四大菩萨的表法。那我们的录影带呢 ，DVD 也快流通出来了，那大概也会在华藏的弘化网会可以收看得到，啊。那我就第二天就带领到这个细子这个宫位七去送地藏经呢、啊。那送地藏经以前会先洒净呢，哎，结果一洒净以后，一楼就是妇产科啊。啊，我就问妇产科的那栋大楼的主任委员、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说：“这妇产科有在堕胎吗？”然后他就跟我偷偷的讲啊，他说：“有啦，就是堕很多次才请黄叔叔你们大家来送地藏经，能够超拔超拔了。”那我就跟那个主委讲，我说：“昨天晚上他们小朋友都已经去找了啦，那满个房间都是小朋友，可见。”怎么会没有因果呢？怎么不会抱怨讨债呢？他们都没有走啊。所以呢，古代有这个逆女呢，现在这个堕胎啊，大家都不知道因果啊。我认识一个莲友，啊，我说我还没讲这个认识这个莲友以前，我先讲我家的故事，就是我自己。这曾经在我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当中队长的时候，她也怀孕了，但因为小孩子是胎死腹中啊，没有办法，在肚子里面死掉四个月了。那时候我还没学佛啊，那就妇产科医生就把她吸出来，已经变死胎了。那实际上是当时非常的危险，母子都几乎是母亲都保不住了。后来我那时候也不懂事啊。所以交给一个亲戚去处理啊，如果换成现在，我就会很慎重的处理啊，啊也不懂啊，所以后来就在佛寺里面给他立个牌啊。那我们都有个习惯，说交给佛祖跟出家师父就没事了，就 OK 了。他不是啊，他还是跟找你这次的父母，谁给我堕胎我就找谁啊，谁是我的父母就找谁啊。所以我给他安在我们木栅这边有个佛寺，就我以前住家的地方一个佛寺。好，那过年过节啦，啊，春秋二季我们都会去拜。那我们一般的观念以为交给佛祖，啊，交给法师就好了，没事的，因果就了了，根本就没了。那有一天晚上半夜两点多，我抱着我小儿子在睡觉。我就听到说爸爸，我吓一跳，这么晚了所以叫我爸爸。我找半天我女儿在睡着了。那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我家师姐在化妆台在准备梳妆，叫妈妈，我们两个对看，她听到我也听到了，在这个虚空里面，在这个空气里面，她怎么会消失呢？所以我认识一个台中的莲友就是这样啊，他就堕胎十几次啊，堕到后来他那个女人的那个夜市啊，我们讲说那个夜市你知道吗哈，这经期啊，他经期本来就应该结束，结果没有结束，血块就掉下来。后来我就在华藏卫视讲因果故事，他听我讲以后，后来就。有人教他怎么去超拔，他中医西医都治不好，现在就好了。啊，接下来我们讲到这个古代呢，德育古建呢，
它里面有提到一个公案呢，跟这里讲的这个严禁逆女呢有关的这个故事啊。他说呢，德意古界里面这样说呢，他说在那个朝代，在那个年代呢，他也有杀小孩的。好，他说100件呢，大概有1-2件，但是把小女儿溺死的呢，他比比有之，可见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普遍的现象。他说却不知道呢，男子啊，男儿跟女儿呢，虽然长相不一样，他是同样是一个生命啊，他们都是同一个灵性来投胎的啊。那么以前有一位何圣武这位大德呢，就做了一首这个戒烟女歌。他说呢啊，他说虎狼性之恶，他说这个老虎跟狼呢，他们的这个兽性呢是很恶的，但是呢他们还有父子的关系，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虎爸跟虎儿呢出来，他们就是相亲相爱。他说人是万物之灵呢，为什么不如这些虎狼呢？那生儿子跟生女儿抱起来都一样啊。那我听说呢，杀女儿的时候呢，他那个痛苦的情状呢，实在是无法形容。因为可能是古代的人呢，那个女儿刚生出来，他知道是女的，就当时就在那个脸盆里面就把她溺死了，所以那个胎盘都还在嘛，所以叫做说包血上淋漓嘛，还在包胎还在滴血嘛，有口不能移啊，这个女婴呢，她有嘴巴说不出来啊，呀呀呜呜的呢，在那边哀叫，在水盆里面呢、啊，很久声音才停止啊。啊，天下父母心呢，为什么残忍到这种地步呢？如果他是应该会可能早夭早死，你顺其自然嘛，他自然时间到他会往生嘛。那为什么你要起这个恶念呢？亲手来杀自己的小孩呢？只差那个岁月啊。他如果不应该死，老天自然有给他的福报啊。你违天杀人，这个冤罪怎么放得过你呢？靠儿子靠女儿，怎么可以意料得到呢？女儿比较柔顺，比较亲近，女儿反而比儿子贴心呢、啊。你如果考虑到她将来嫁妆的问题，嫁出去的问题，她能生出来就有她的归属啊。所以生女儿，你要随这个姻缘，随份就随这个姻缘，有什么好惭愧的呢？我劝世间人呢，不要为的她是女儿而把她杀死。那我们也要劝说呢，不要因为你怀孕是怀女儿胎，你就把她堕胎，那是现代的这种逆女一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如果讲的不妥之处呢，请各位同修大德批评指教，阿弥陀佛。